北纬27度，处于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区，光、热、水资源富有，万物皆有神韵。楼底就像北半球这根黄金纬线上的一颗珍珠，在古老传说中，楼底是浩渺宇宙中的惊鸿一瞥。相传因天界28星宿中楼星底星交相辉映而得名。在人文纵深处，楼底是华夏文明的绚丽一笔，辈出的人才灿若星辰，影响着历史，照亮了时代。在中国版图上，楼底是富饶的江南水乡，是锦绣的潇湘画卷。在时代熔炉里，楼底是钢铁锻造的发展高地，是绝丽三湘的青春之城。楼底蕴藏于时光深处，大熊山烙印着中华人文始祖蚩尤的隐居足迹，紫雀界梯田传承2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，富厚堂里留存着经世济用的才学和耕读传家的风尚。血性浸透着眉山大地，回响着慷慨赴国难、视死忽如归的忠勇和心忧天下、敢为人先的豪迈。地下，它是梯的故乡，是煤的海洋，是有色金属的沃土。地上，它是水府瑶池的辽阔，是诗画梅江的豪放，是山水融城的向往。楼底蓄藏蓬勃活力，它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龄，它有爱，有梦想，有温度，有文明涵养的儒雅，有勇立潮头的潇洒，有海纳百川的气度。楼底蕴藏发展动能，它是高端钢铁制造的领跑者，是工程机械的摇篮，是新能源新材料的梦工厂，是区块链领域的先行者，是互联网产业的生力军。随着多重国家战略的加持，全球前沿产业的进驻，科研人才的汇聚，它不断汲取成长力量，迈向创新开放的制高点，搭建起与国际互联、与世界同步的桥梁。拥抱湘中楼底，擘画美好未来。新时代，一个现代化的新楼底，向世界发出最诚挚的邀约。楼底欢迎您。